这边感觉就是铁道线了，顺着这个小森林往里面走应该就到了。坐飞机来到北海道东部的一个小地方，叫做女满别啊。从这边呢，其实大家通常都是坐机场巴士去到周边的北见或者是王走或者是知床温泉的。机场里面也有相应的这个按照航班的抵达的时间安排的机场巴士啊。但是呢，其实从地图上看啊，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机场旁边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铁道的站，叫做西女满别站。从这一站呢，实际上它有一个石北本线，可以坐火车去到我要去的王走这一站。但是呢，通常因为大家都是很方便的下机就直接搭机场巴士了，几乎没有人去专程走到这个站。虽然很近啊，但是呢是要步行过去的，因为没有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到这个站的啊。但是呢地图上看起来大概只有24分钟的步行的距离，所以呢相对来说感觉还是挺近的啊。那我就想说，刚好其实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火车啊，所以呢今天就尝试着走到这个无人小站，然后呢从这里呢去坐火车到王走站。稍微有点冷啊，确实是有点冷。刚那个从机场出来的时候觉得还行，因为可能里面比较暖和，身体还是暖的。现在在外面稍微走了一会儿拍拍照什么的，现在立马感觉整个手就开始动起来啊，三位担心一会儿这个动的手机一会儿自动关机了。唉，还好今天是晴天，我觉得如果是大雪天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刚出机场的时候我这个包里还准备了一大包的那个暖宝宝，刚本来说下飞机的时候贴一下，结果忘记了，只能这样了。这边感觉走了一会儿还是机场的这个区域之内，还没有从机场走出去。看路线的话现在应该是走了三分之一了，这边是有一个路牌，附近的几个地方，北见、王走、女满别市区。市区女满别市区应该是没什么东西，一般大家都是去北见或者是王走，要么就直接去那个知床温泉了。然后再哦，前面看到有一个背包的然后在拍照的人，估计有可能是也是去女满别车站的，西女满别车站，不太确定了。那确定是不是刚飞机上下来的拍照。哇，这边的这个景色真的是漂亮。然后看起来路的话是前面有一个岔道口，然后右拐直走应该就到了，所以应该就是那边那个方向，车站应该是在那边那个方向。啊，今天是晴天，真的是，我其实一直担心会下雪，想说如果下雪的话这边走的话可能真的是有点困难，都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是下雪的话就
就打算就是坐巴士吧。还好今天是晴天，那边路上有一个拎包的人，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去车站搭车的。从这边转弯直走，看地图应该是直走就到了。真的是白茫茫的一片，远远的那边可以看到北那个女满别机场。前面这有一个下坡，感觉是从这边下坡到那片树林里面，就应该可以看到车站了，应该很近了，大概再走个5分钟左右吧。前面那个大叔感觉走的小心翼翼的，可能这边有点滑，刚路面其实已经应该是看起来被清理过了，所以没什么雪，所以不会担心脚下滑，但这边感觉有点，而且是下坡，所以这边感觉有点要小心点，尤其是这种车轮子的印记啊，就会特别滑，真的是感觉到树林里面。这边感觉就是铁道线了，看起来前面那个小木屋应该就是车站了，很小的一个小木屋。顺着这边小森林，刚前面那个大叔已经走到前面那边去了，顺着这个小森林往里面走应该就到了，真的是在森林里面。这边有一个牌子了，西女满别站。顺着这条路走，这边这的雪应该是完全就没有被清过的。这个站呢，说起来我还查了一下，日平均的利用的旅客的数量是4.4人，不足10人，所以它是一个无人站，就是没有那个工作人员的。不知道是哪个是站台，这边有两个小木屋，那边也有一个，这边也有一个。你西美满别子，西女满别啊，这边应该是一个扫雪的工具，放扫雪工具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进来。这边是一个小站。
另外有一个笔记本，可以在这边写一写自己的对这个车站的感想。今天去 Lonely Planet 的日本，还有一个扑克牌 トランプです。ご自由にお使いください。还可以带走。只有一条铁道线的车站，旁边是刚刚的那个小木屋，其实也没有暖气了，但是可以稍微的避避寒。西梅芒贝子，红巴纳吉萨波罗比鲁，一到北海道就是这个札幌啤酒。西女满别。前一站是比佛罗美晃，后一站是美曼贝子女满别。注意看前面的牌子写的北见方面乘车口啊，这个呢其实之前我们说了，这边呢它是单线铁道，所以呢它停车的这个上下车的门呢实际上是在车头部分，这个地方呢是北见方向的这个车头部分，所以呢就是反方向，我要去的往走方向的车尾部分啊。但是我自己不太清楚，所以一直在这边等，结果等车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站的地方他那个车门是不开的，所以呢差点没赶上车。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不共戴天的冰水呀，义无反顾的烈酒啊。电车来了，多么苦难的日子里，及时抵达，你都已战胜。